Thank you, 谢谢。Jindri Indu, 媒体集团，我用英文问问题。Can you share some details on the recent military exercises that were held by the Western Theater Command in Tibet, and also the latest situation in the Donglang area where there is a standoff with India?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六月中旬，中方在洞朗地区进行道路施工时，遭到印军越线阻拦。洞朗地区是中国的领土，中方在自己领土上进行正常的修路活动，这是中国的主权行为，完全正当合法。印方公然派军队越过双方承认的边界线进入中国境内，其行为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中方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和安全利益。中国的边防部队已在现地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并将进一步加强针对性部署和训练。我们强烈要求印方立即将越界的边防人员撤回边界线的印方一侧，这是我们解决事态的前提和基础。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事关地区的和平稳定，符合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强烈敦促印方采取切实措施，改正错误，停止挑衅，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在此，我想提醒印方，不要心存侥幸，不要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年的历史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手段不断增强，决心意志坚定不移。汉山易，汉解放军难。